趁媳妇没来，抓紧把肉藏起来，留着一会儿慢慢吃。鸡蛋也得藏起来，他不爱吃。好家伙，藏的还真够严实，被我看到了就是我的了，一会一定给你一个大惊喜。辣椒酱配肘子还真是好吃啊，真香。哎呀，嗯，哎呀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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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吃饭啊？来了。今天有我最爱的米线，我喝米线，我喝米线，我喝米线。这个我给准备的小饼，小饼配辣椒吃。吃吧吃吧，这个我吃米线。幸亏我反应快点，计划达成。哎，老婆，你帮我拿点腊八蒜，我想吃点腊八蒜吧。腊八蒜，嗯，切，又来这套，幸亏我准备充分。腊八蒜来了。嗯，咋的？你提前准备好了？你别提了，今天你休想再把我支开。姐妹们，我们吃的这个辣椒酱真的非常好吃，平常的话就卷个饼夹个馒头，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拌个凉菜，就是吃个火锅吃个水饺吃个素食肉食，真的是很好吃很好吃的。今天的话它是19.9给大家发的话是10盒，今天真的太合适了，而且每一盒是80克，吃起来就是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啊，就是你夏天没有胃口没有食欲，吃耳朵还想这样，这真的会帮你食欲打开啊。想吃的姐妹去拍一点吧。老婆，嗯，我吃差不多了，吃饱了，今天你休息吧。好，好，我吃啥？你可快走吧，我等的花都谢了。啥情况？哎呦我的妈！